现代秋收时期，平安喜是各种年土太事情。特别是客家文化基金会金米盘苏东庆发通，多了市民观念的补助。今年苏东喜和众家节目表演，重新改节目设计，台下观众无分老嫩太细，拢懂懊恼。先从达八音为客家年土太事平安喜来开创。在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齐思群的带领下，向八公感谢今年农作殊胜损失。脚一下坐定，一下又向右跳起来，眼神又提起来红眼的。传统客家戏工艺业务严肃，又健身客家戏剧团演出新潮创意都有嘅苏东戏，开讲情言，跟苏东庆基身艺术带向最高潮。为了客家台戏呢，今年还有好新嘅、好流行嘅元素，像演嘅梅州加街舞、地板哈，来到演嘅台戏地板。我想本小组市民朋友感觉到，演嘅客家文化呢，天然舒台嘅流行，咪天然国际化，本来只系看到莫强荣嘅客家。苏东庆发通当中，同时结合嘅台北客家素演嘅成果发表。对传统表演更具现呢，到现代键盘弹唱客家音乐，室内曲位都有，呈现台北土匪客家难有的面试。那我很期待要在这里表演，但是又很紧张。有客家流行歌曲、客家的童谣，还有山台跳、落山歌、山歌词平板，全部都有。发通还有另外一个太重点。2022台北新竹松盛感染化，结合被用江河做主题的种子生发节实习，替台北跟新竹两个城市向下推广客家教育、物产跟文化。客家新闻王英车、陈玉贤台北报道。